各位观传媒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。新的一年新的开始，祝福大家虎年平安，幸福顺心如意。过年期间防疫不停歇，参与联结活动记得戴好口罩，勤洗手消毒，保持社交距离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，一起平安过好年。新年快乐，平安享福，平安享福，平安享贺，一起迎接金虎年，金贺年，享受幸福贺日子。